这把顶级的高货 X15 红棕的面板啊，然后背车板是这个玫瑰木的，带了一个石英器，非常漂亮啊。这个是加宽纸板，纸板是这个乌木材质，搭配了这个镀膜琴弦啊，而且我们已经给它调好了，我们来试听一下它的音色吧，听一下原声。来，我们打开这个加振效果器，放一下伴奏啊，试听一下。